提起日本的山，大部分人先会想起富士山。早前编辑去了青森县旅行，发现当地都有座津轻富士崖木山。青森不止景色优美，而且尽享丰富的天然资源。搭车由青森的话，会发现崖木山山脚下面有很多的稻田。而青森人平时成日去郊游的小川鱼湖，小白鱼、公鱼的产量更加是全日本第一。加上被津轻海峡、日本海和太平洋包围，青森自然盛产不同种类的鱼鲜，亦都吸引了香港的餐厅特地去当地取货。日本餐厅千两就是其中之一了。餐厅会在7月至9月期间推出青森夏季限定餐目。我哋主要的供应商是呢个竹地啦，咁其实我哋仲有第二大的供应商嘅，咁就系呢个青森县。咁依家青森县咧就盛产紧呢个白身嘅鱼嘅，咁例如呢个屏幕啦、木浆啦、鱿鱼啦，仲有呢个帆立贝嘅，咁呢啲都系比较爽口同埋清甜口味嘅海产嚟嘅。屏幕啦，有呢个考功夫嘅薄切，咁如果大家系想试下另外啲口味嘅做法嘅，咁其實我哋嘅木漿今次亦都推出呢、這個汁煮啦、鹽燒啦，咁其實我哋仲會引入六隻酒嘅，咁其實今次我哋推介一隻酒叫做華想，咁佢喺2014年同埋2016年咧係獲得呢個最高權威嘅單位嘅頒發嘅一個金獎，仲有另外一隻啦，咁依家下張字啦，咁其實。依家我哋有兩隻開胃酒推介俾大家嘅，咁有呢個梅酒，咁特別推介埋呢個青森依家盛產緊嘅蘋果製嘅一隻蘋果酒啦，係啦，係俾大家有種消暑同埋開胃嘅酒嚟嘅。